就是我跟泥达的我们家乡的特产，对，福州的特产。嗯，然后我们就讲说福州小朋友吃这个就不会生病啊、okay、所以每次感觉自己很虚弱的时候就想吃这个。嗯with so many 很多很补的东西。嗯，这次有比四公好一点吧。嗯，因为四公有两个然后我就想家。那你们越南平时工作会有时长要求吗？我也有那个唱歌的这个节目吧、应该是一个礼拜多，嗯，继续拍，但是三个月四个月的没有过，没有这个经验过。他一天也会要工作到快十点十一点的，然后早上也早上三点，因为又有太阳，所以很早很早。哦，但跟我们这边差不多哎。但是因为很短的时间，所以你忍一个礼拜就好了。然后之前听他们讲泰国就没有，就他们是一周工作5天，休息2天。嗯，那在这里呢？就一直拍啊，就是。要开的戏也很多啊，要开的戏很多。因为我的妈妈都是在家看中国的电视剧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嗯。哦，所以真的会在越南看中国的电视剧。会啊，都比如说什么？吴磊跟那个，你记得那个？赵今麦 ，yes。暴雪时分是吗？嗯。哦，你妈追小甜剧。我妈什么都看。就是所有古装戏在宫里面的那些都会看，很喜欢，我们很喜欢的淑妃。哦，对，你还知道淑妃？她破处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要等那个翻译嘛。嗯。然后我等不了，我就直接去看那个中文版本 ，yes， 因为太喜欢了。哇塞，看来熬夜工作每天没日没夜拍，还是有效有产出，这个有文化输出。哦，真的。嗯。比例来拍。李成宇拍的快。你看13分钟。你才拍15分钟。我比你快了9分钟，比你快进门就偷了6分钟。我还有佛跳墙，该说不说，该怎么不管都得期望。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、啊，一个传说，就是说有个和尚在那个庙里面，好像就是冥想嘛、打坐嘛，就是念经的时候，一个布达，一个布达，他在他的那个 temple 里面，他然后他闻到了有一阵香味飘过来，他翻过那个墙去看，一个哥们在煮这个佛跳墙。Yes， 对，这个佛跳墙非常的厉害，你刚刚就是可能有点夸张，没错，是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但是是万尼达版本。怎么这样啊？搞不懂，今天又被佛跳墙守护了。佛跳墙会守护每一个福州小孩。没错，不管你身在何地，一碗佛跳墙必让你归心似箭。